咒术师可以通过诵读咒语，施展强大的咒术攻击，利用呼唤冥界的鬼神，以达到控制空间或提升队友精力的效果，是一个专精远程的职业。 弄个酒是弄那么久，到底？ 跳过。 起床，按 WASD 键靠近放道符的桌子，再按 F 键就可以拿到道符。按 I 走到我面前，按 F 键就可以。老妖啊，该教训你那些像懒虫的师兄们了。 师兄的床就在房间的左边。啊！我说你这人呐！
到底老妖啊，不过在这里做什么？我知道无尘师兄在哪里，跟我来。我也知道无尘师兄在哪里啊。是。这些，老妖。别这么说，你很快。暗 K 剑，你去练。已经去过师父那里，我先把我。老妖啊，恭喜你做得真好哎！我要舞入洪门之名，今天也要努力修炼。老妖，你要从基本武功开始学，跟我来吧。首先。收到书信了吧？下面你按照我的指示。你看过信了吧？行，试炼再修炼。来，现在就要结束了，赶快走吧。
就是洪门派的正式弟子，让我来看看。濒死状态下要出去园以外的地方，再施展运气疗伤。时间，你的试炼。是。怎么没完没了的？他们到底是什么？不容易上手、哦、初冬，你请一定要小心。要是好了，拜托了。辛苦你了。对了，先生，来了这个，谢谢啊。收到，万岁。瞧瞧我们的厉害，向前冲啊，好死接招，是唐路兵们进攻进攻。你是个什么东西，是从哪里来的家？我在这儿，冲脚拦我门都没有。瞧瞧我们的厉害，你是个什么东西，你是从哪里滚来的家？竟然阻拦冲脚拦路，瞧瞧我们的厉害！结界，我在这儿，我没事。先打其他受伤的人吧。别啊！吃我一刀！快一点，现在可是命在这儿。你再到一尺，让你看这段时间磨练的这，抓紧时间。你感觉好点了吗？我看你的，我先去海岸了，祝你好运。其实这件事我本来答应的，注意身体。好死接招，紫金团这些家伙对我来说只是小意思，一定要抓到爆破。这个事情难，太阴急，这是先祖圣未干的小鬼。竹林村就由我们来接收了。
自己团吗？三张符真的是爱死。是，太没救了！啊、哦，真是快！快救救我家！不要放松警戒、嗯。我们什么时候才能摆脱？哈哈哈！三把刀一起杀，正好我身子养得很。到公子了吗？就快点！这什么你？嗯，你不去？你的试验在看上。是殷狂一。你个愚蠢的家伙，今天我要赶尽杀绝。哎，你没事吧？你的身现在看上去好像没事了。按 M 键打开地图，用滑鼠左键点击标示处，就可以使用。我在这儿，第一次使迷城阵阵。哎呦！叫孩子，那行。你什么精灵？喂喂喂！问题很多呢。收到问卷。真的假的？
现在的年轻人真不管用。小王，赶紧的。是。那按 B 键打开八卦牌视窗，然后装上。哇！少侠，他是伤情妹。要是有，按下这键打开任务视窗后，点选位置追。走好。是。别忘了我说，你慢走啊。你是哪位啊？哦，是洪门派的大侠。走。他是何故的这几天？真担心。治疗哪有比这几天？真担心。你听到我？多亏大侠，请慢走。就是。哦，来了。所以这几天，真担心呢。在干什么？哦，是自警团呐。那你的也太勉强了。请加入武林盟吧，加入混天教吧。如你所见，江湖中敌人很好。来吧，加入混天教。他们不挑良莠，是真。
然，只有自己，那就拜托你了。好担心村长啊。若是洪门弟子的话，就阅读这封书信吧。我替这家伙伤势，那个就在雾，哪里能弄到物资呢？你是道主，朕把石牌上可恶的事，我实在是太美丽也是很累人的。是巡查报告书。剑不符，无法使用。快点吧，国旗的症状，你来这里，那么物资又哪里能弄到物资呢？生到物美丽也是很累。谢谢。是。
那这地方，那就去死吧。竟敢自己一人来的。不知道少侠班长啊，对，班长那里你也要保密啊。祝你驶离海上可恶的世界。那只要照我的去，父亲。本是道听，少侠，别太操心了。都说红颜薄命，事情没那么大。然后，总觉得事情没那么大。本是纲领。三孙田，你说田田现在哎，可恶的老头子，你说这些中脚门都没有，别以为眼睛闪瞎子，你这个死老头子，我现在没有，再见。真是怎么说，像现在我，哎呀，
现在不是这个时候。条件不符，无法使用。不能再让那些僵尸放肆下去啊！大侠，拜托你了，大侠。只要知道就是贴在他们额头上的护符，不要忘了。是。条件不符，无法操作。这里也可以焚烧僵尸哦，嘿嘿嘿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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条件不符，无法使用。条件不符，无法使用。
竹林村的村中有妖怪，交友不慎呐、啊。事情办得怎么样？这个事，原希望他们能成佛升天。现在我都……哎呀，现在不是这个时候。件不符，无法操作。在那磨蹭什么？但这并老妖啊，我被放到看看寻寻吧。别胡说，信你给我洗干净耳朵听好了。去找那边的甜甜姐，那姑娘也挺可怜的。是。
老是这么麻烦你，我每次举这些犯人的例子。志平，你去接待我。那就保重身体。最终攻击力就是教团，嘿嘿，杀了你以解我心头之恨。没有办法找回那些东西吗？这个地方，没有办法找回那些东西吗？大侠，请知道，大侠。不过，守墓人也要小心呐、啊。这次生活越来越艰难了。大侠，你来了！纵横木门寨为什么会需要黑钢木呢？
感觉有点奇怪。不知道硫磺有没有送。红角团为什么要收集硫磺？
不，这来了。那么，在黑暗中，守墓的你也要小心啊。叶雷，我竟然眼睁睁的被人抢走粮食，这下该如何是好？我绝不会饶过他们的。万一马汉，竟然眼睁睁的被人抢走粮食，到底为什么？所以，是其中有一，拜托你了，大侠。条件不符，无法使用。加入黑龙寨的话，武功也会变强呢。野熊，我看。这些守墓人是为了太子，不得不连一点点物资都很重要。是。哦，少侠你来了，这里呢，我的。
洁白的颜色。哦，你来了。这衣服，去哪儿？大侠。哦，你来了。一平，快去看你的岛。见到你很高兴。木在这附近是很出名的。当然，守墓的你也要小心啊。是。你怎么又回到这里？我不是。罗刹，这表示罗刹，这家伙还是没有死心啊。下不多。明白了吗？新鲜的僵尸材料到了。说不定是我，这不是你竟然。那么，罗刹怎么着？是吗？也没别的事，我只是想起以前关于他们死后的。但愿这些都只是我自己的猜测。
你找。截图已储存。